用。凡设置为儿童碰碰车，身高的小朋友为90公分以上、140公分以下的小朋友搭乘哦。90公分到140公分以下的小朋友搭乘哦。谢谢你的配合。好，准备。Ready。玩一个刺激的，用八股的。用八股的比较好玩的因为完全看不到路，所以呢，那个更加刺激。拜拜。我也想玩呢。来不及了。小朋友你好，婷婷，是车子启动时，请勿将您的将头手脚伸出车外，双手请握住方向盘，一次会有2圈就好了，准备出发，启动哦，启动哦。启动了哦。好了，拜拜。一、二、三。这个小孩是后面。拜拜。塞卡巴尼啊！小朋友，请坐好，卖熊笑哦，方向盘哦。你张武林卖熊笑哦，不要喝，喝酒驾吧你。哟，哦。第一名又不一样。第一名都是我们厂的。哦，最后一台，现在才下来。哇！很夸张，一圈了。第一台领先了半圈，等于说他等一下很早就要开始等。各位亲爱的游客您好，欢迎搭乘红旗火车，本设施适合90公分以上到140公分以下小朋友搭乘。本设施儿童火车适合90公分以上140公分以下小朋友搭乘。由于现在排队人数众多，如果您是一位的，我们将会安排送红包的动作。如果您是一位的，我们将会安排送红搭乘的动作。造成您的不便，敬请见谅。也谢谢您的配合，预祝您搭乘愉快。第一名哦，亏成笑了。第一名要等很久，我等很久。后面你冲完没冲完？还那个上坡。你几张？哦，第一名到达。要走很久。哦，先不可以下来哦，要先坐好哦。对啊，谁叫你们可以跑那么快？别说，这里上的，如果上的话，就好。